讲啊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没有什么县太爷了。对的，民国大人，民国大人，给我们伸冤呐！我们冤呐！阿姑阿婆，这里是民国政府，不是什么民国大人。民国讲究平等，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大人、小人了。那民国政府能伸冤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请进。 哎，快快，请起，快快，请起，不用跪，不用跪的啊！现在是民国了，到政府里来申冤是不要跪的。那民国政府要给我们做主啊？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坐着讲，请坐，请坐。 去要人，那茶馆老板不但不放人，还耍弄小人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听起来像是抢占民女啊！哪家茶馆？凌岩茶馆。不可能的，茶馆的老板是个女的。什么？女的？啊？什么女的？就是一刁妇。啊，如果茶馆老板是个女的，那就不能算是抢占民女了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快，快给民国政府跪下！我们冤呐！我们冤呐！我们才冤呢！大人，那就是我家儿媳妇。大人，那就是茶馆的刁妇。直接叫贱人给我回家！哎，我跟。
我跟你讲啊，有李祥林，你不要骂人的。你个相思，非得让我把你扛到这儿来，你才高兴是吧？你累死我了，你！爹，娘，儿子，大人，这就是我们家儿子。 我们冤呐！我们冤呀！我们冤呀！有理不在声高，有理不在声高。童养媳，我想的，但是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啊。没错，我怎么办？ 现在是民国了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便买个姑娘回来传宗接代做童养媳了。你也看到，这位织锦姑娘并不想做您家的儿媳妇，而您如果非要让她去做您家的儿媳妇的话，那将来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民国大人，我们出了50两银子买她做儿媳妇，他家拿的钱难道不认账吗？ 大人，您也看到了，难道我妹妹可以嫁给一个10岁的小孩子做媳妇吗？嗯。大人，他家也承认拿了我家银子啊。要我看呀，这样好了，织锦织画姑娘，你们把50两银子还给他们不就好了吗？对啊。我和妹妹这两年在织造局挣的钱都给他们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 她是我家儿媳妇，挣钱不给要给我们吗？你们说呀！看，怎么样？没钱了吧？没钱跟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把这块怀表拿去，抵上织锦织画姑娘欠你们的银子。 姐姐，你说阿宽的爹娘他还会再来吗？我害怕。不用怕，戴县长和易红先生会为我们做主的，还有子欣姐呀。嗯。 那分带去当兵，是将呼儿来杀尽，吾种族和大军是将来做共和民。哎呦，真是辛苦妹妹了，我煮了面，你快吃吧。 我不能吃的，子欣姐是这样子的，丝线拉毛了，要用口水抿一抿，吃了这雪菜面，口水就不清爽了，还要漱口。啊，哎呦呦，到底是行家，我们也绣，可真不晓得有这么多讲究。哎呦，绣的那么精细。 谁舍得盖呀？子欣姐，到时候让织锦再给您绣一个红盖头。嗯，我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姐妹了。没什么事的，不麻烦。对了，子欣姐，你见过大志哥吗？怎么了？千万别等到你一掀起盖头，看见的是长得青面獠牙的。 要是那样的话，这个被子给他盖，可就太可惜了。织锦，戴县长，你回来了。哎。
一只金表换一个活人不划算，啥时候金表卖出70两银子，你就不是我媳妇了，要不然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。阿宽，谁带你来的？你们可要晓得啊，不是我们俩把他带来的，是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口了。我们只是把他从门口带到楼上来，对吧？啊。姐姐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还差20两银子是吧？要是再有20两银子就好了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是说，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，哎，对吧，一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一定要想一个特别妥当的办法。哎，站住！你现在就给我想出个办法来，人怎么带来的，你就怎么给我带走。不行，今晚到我屋里挤一下。四元兄，你就不该给他们那只表，就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这是属于得寸进尺啊！哎，那么多民众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民国政府如何实行新政，配上一只怀表，也许会让他们晓得，我们和清廷的那些贪官污吏完全两样。为了革命的成功，多少仁人志士血染疆场，赔上一只表算什么？现在的问题是啊，民众没有一个新时代的概念，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还只是个开始呢。四元兄，你还真有策略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我没有一只怀表。你要是要一只怀表，我们就不用哄小孩子睡觉喽。哦，吃什么不好，非要吃白鱼？跑得那么远，现在又不知道回来的路，白白浪费许多时间。老板讲的嘛，啊，出了鱼塘往左转就到了。哎，哪里晓得这两面都可以走的？啊，往左转，往左转，再往左转，哎，正好绕了个圈嘛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要去的这家呀，叫许家，是当地的大户乡绅，以前的织造局呢，都是。看什么呢？好琴，好琴呐！哎呀，快走吧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要发展新兴工业呀，像这样的人一定要多团结啊，团结的越多越好，知道吧？老爷，秀后面都走了，账也都结清了，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不看了，点清了就行了。是了。哎呦，老爷呀，你看这只绣的好精细啊，我留下。让若贤下来也挑几件呀。他就晓得弹琴，也不晓得把自己打扮漂亮一些好嫁人，他拿这些做什么呀？二位是？您好。啊，我叫戴思远，是刚刚上任的民国政府的临时县长，特地到府上来拜会许南山许老板。哎呀，县长，县长是什么官啊？哎，夫人，县长就是以前的县太爷。哎呀，终于找到管事儿的人了，县长。你们还欠我们家一大笔订单的银子呢。夫人多嘴了。什么多嘴？
听听啊，你听听，每天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干，只晓得弹琴，哼。小弟，还我！我们早就晓得呀，这个许老板，您不但是德高望重，而且对我们苏州的这个织绣啊特别的了解啊，所以啊，这次我们来想请您跟我们合作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小弟，还我！小女若贤拿了姐姐什么东西了？快还给姐姐！嗯，我得给你，你得给我。哦，玩去了。好。小孩子蛮可爱的。许小姐弹的这曲《关山月》。真是慷慨激昂，沙场将士赴死的决心和坚定表现的是淋漓尽致。要不是刚才见到许小姐，真不敢相信弹琴的是一位窈窕淑女。弹得好，弹得真好啊！为官之道，自古有之。哎，四眼兄，不错吧？不错，真是不错。哎，一红啊，啊，你也来坐坐。你是县长，我坐我不合适。你也来坐坐，坐坐坐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错啊。真的不错啊。哎，我一天几十里的路都快跑死了，你们两个好悠闲呐。哎哎，好，来，你也坐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哎，我是老卢啊。啊。你干嘛那么着急呀？现在不比从前，又没人追你呢。对呀，你还好意思讲？这都是为了你的事情。啊？那，这是委任状，你以后就是民政委员了。老卢啊，这个民政委员都管些什么呀？什么都管。经营产业，开办学堂，啊，甚至连百姓的婚丧嫁娶都是你管。哎呀，那是个管家呀。对了，赵管家。这还有件事情，正好需要你来做。那真把我当成管家了。简便令，义武关上，强行编发之制，
悉从兴山之俗。当其初，高氏人人或不屈被职，从容就义，或寻入资流，以终余年。今者，请廷已复，民国成功，凡我同胞忍移敌旧染之污，做兴国之民。自察，通都大邑简便者已多，至偏乡僻壤，流变者尚复不少。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，转谕。同胞们，我们身后背着的辫子啊，就是背着几百年的耻辱啊！我们现在是该觉醒的时候了。同胞们，我们一定要废除那些陈规陋习，做新国民。剪辫子就是我们的第一步。上面政令响的啊，有不尊者以违法论的。卢先生，同胞们，凡是今天主动剪去辫子的，每人一律奖励铜钱两吊，肉都没有，您还当宫里御膳房呢？这有的吃不错了。哎，我说，城里边有那么多好馆子，你干嘛领我上这破镇子里来？这还不是您老以前积的德，苏州城那大小馆子，您见天白吃白喝，人不给咱轰出来，不错。嗯，少爷订的酒菜都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刚上桌，您里边请，几位爷。伙计，哎，您吩咐。这只鸡怎么没有腿？这，几位爷，我刚上的时候明明是有腿的。陈少爷吗？哎呦，这不是织造局的曹总管吗？陈公子，二位不是应该在织造局吗？啊，怎么跑到我们镇上来了？这是因为，贤侄，令尊如何呀？好。他还经常提起您呢，还说让我有空的时候经常去看看您。哎，岂敢岂敢！他还说，让我顺便把托您办事的银子给要回来。真是巧了，在这儿碰上您了。
省得我跑一趟了。银子呀，银子我早送到宫里去了。要不是革命党闹的，令尊托付的事儿早就办成了。是啊。这么说，是我爹运气不好了。啊！我早就跟他说过，这叫肉包子打狗，他就是不信。哎，曹公公，我讲的对吗？对呀，就是肉包子打狗了。桃儿，哎，桃儿，新鲜事儿，革命党在衙门口剪辫子，剪一个给两吊钱。哎，天纸，这给我带哪去？这是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天纸，到了你就。有，让开。我不能剪头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是。坐下。我是知道局的总管，我。坐下。把这两个太监的辫子剪了，我看谁敢。贤侄，不能贤侄，贤侄啊！哎呦，完了，我怎么活呀？我是一条辫子两吊钱吗？对的。我可怎么活呀？这回你们俩有饭钱了。早知道有钱拿，也不用你们嫁了。干爹，走吧。这没了辫子，我怎么回京城啊？我还伺候皇上呢，我。把我的辫子也剪了。我早就讨厌这条尾巴了。哎，头，真剪？你们也都剪了，全都刮成光头。快点！这样吧，待会儿呢，把你的帽子借我用一下。李管家，嘿，你最近没有听说少爷在外面惹什么祸吧？少爷在木渎，人人都晓得的，他哪里会惹事儿呀？倒是这几天街上的怪事多得很。什么怪事儿？你讲讲。哦，我听人说啊，咱们这新来的县太爷啊，年岁啊跟咱家少爷差不多大。前两天啊，有人去打官司，他还把自己那块金表给了那个苦主，好像那家人的童养媳跑了，叫人给藏了起来。找到以后呢，又不回去，县太爷啊就把自己那块金表抵了那家人的账，叫他不要去告去。哼，新雇的马桶三日香。你知道什么？接着说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今天我还听人说，那几个新来的当官的，在衙门门口啊剪人家辫子，剪一条辫子呢给两吊钱。这新来的衙门，没来打秋风啊。哎呀，老爷，我也奇怪了，打点的银子我都准备好了，不过这几天倒很清静啊。
把剪刀给我拿来。哎，我说，我怎么觉得这头就不是我的了呢？不是你的头，是狗头啊！哎，说这帮人怎么看咱跟看怪物似的？有那么难看吗？我是不敢回家了，我爹非打死我不可。别啰嗦，都给我练功去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面前的就是抢你们的家产、糟蹋你们姐妹的胡匪，都给我把眼睛瞪圆了，不许眨，使劲瞪。事情的男人在外面和人打起来了，在哪儿？在外面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摔他！打打打！使劲打！打打打打！使劲打！使劲打！打打打打！别打！使劲打！打打打！打打打！打谁上？打他！打打打！用劲打！用劲打！小子，这次有人教训你了。打什么架？哎，你们家长呢？啊，快，你们家长，回来，快，说你是狼，说你是狼不像狼，还要把你解构脱衣裳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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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我又没招惹他们，他们凭啥骂我？他们不娶媳妇吗？韩宽啊，媳妇是要娶的，可是娶媳妇是人长大了之后才做的事情。你说你小小的年龄就娶了个大媳妇，当然会被别人耻笑啊。你现在啊，就应该在学堂里读书，和小伙伴们在一起。在学堂里要吃先生的板子，我不喜欢上学，爹娘就让我喂鸡。家里天天杀鸡，退鸡毛的事都归我做，烦死了。我娘说，等我娶了媳妇，喂鸡退鸡毛的事就要媳妇做。你娘说的不对，娶媳妇啊，不是为了叫她杀鸡、喂鸡、退鸡毛的。那是干嘛？哎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哎，不过你那点说的对啊，打学生的先生是坏先生，可是现在是新时代了。新时代的先生是不打学生的。新时代的先生是什么样的？就像我这样。易红先生真好，没想到做大官的男人还会哄孩子。会哄孩子？我那个王大师都给他哄跑了，看看他能有多大本事把这个阿宽哄出茶馆。他要是能够把阿宽哄走了，我就不罚他劈柴了。子欣姐，这次真是给你惹麻烦了。已经麻烦了就不讲那么多了，只是要想个法子把这件事彻底了掉。婚姻自由。阿宽，你晓得什么是婚姻自由吗？这个婚姻自由啊，阿宽，阿宽，阿宽，哎，这孩子，
起身，快到后院抄家伙，快！把楼上的窗户关上，快！把门顶上，快！头，他们的人比咱们多，怎么办？准备好，大家把门锁都拆了，盯着他们，谁也不许走。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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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似的，和尚也来抢咱们的买卖。对面的兄弟是哪个码头的？都是道上的，别伤了和气。你们先到的，这家就归你们了。走。头儿，神啊，这回我真服了你啊，这干瞪眼都把人家吓跑。你们几个在这待着，把家看好了，哪里都不许去，晓得吗？哎，拿着。
雪生。是花一朵，在堂中静静等你来。我从廊下过，无心将花惹，匆匆不留痕，你的芬芳不属于我。我等到娇艳都褪了色，你是否还怀念我？你只是太寂寞，我寻遍千里也没结果，前途愈发难测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不顾天是秋末都苍老了那么多，我未曾疲惫过，我记得曾经穿堂过，望眼花瓣随风飞落，随风